放一个神仙，等一下有没有固定？要放一个乌鲁托拉曼的那个神像。泰国就有了，而且是初代的。其实你要再看清楚一下。刚刚我给你那个肥宅的那个肚子涂下去。是一点。OK， 没有事啊，你。那个什么啊，强迫症的话是。那比都有像现在这个都有这个小洞这种亮亮哦，你看现在啊那一点点罢了哦，没有怎样哦，就只是这个屋顶有点捏直了。你木头按错了，你又按错木头了，是怎样？是这个没？这不是？你不是要盖房间那个墙壁没？哦，所害你要补那个？没有，我要补掉。我推我啊这边。啊嗨，看你好不？等下如果你要造那个墙壁的话，你在外面生成，因为它里面会卡住。然后穿墙模式再进去，谢谢。我们就不能创造模式吗？没有办法，做不到。这所以房间。不懂做先做一个样子出来先。我都在旁边看罢了，我才发现那个事情。在旁边尬聊而已。我怕等下我做好了，等一下你又不满意，等一下要改这个要改那个，好哥我不要接。好哥我不要接你啊妈呀。没办法，毕竟没有像上一次我那个什么啊，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屋子，就那个很大间的那个，是那个就没有，那个又不一样，那是我们两个一起建的，我这个你自己一个人建罢了，是这给你建完它算了，的话这个是怎样？这门口外面也太小了吧！我只要看一下，看怎样。啊对，你要这样子横的，哎，你要这样子直的，不是横的。等一下，我放一下看是什么效果。啊，这样子就 OK 啊，就 OK 啊，只不过过来一点啊 ，OK， 对了，可以睡觉了。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子的话，这里放一个床，这里放一个火盆。你要门在中间还是门在墙壁？门在中间是门靠墙壁。门在中间是门靠墙壁，随便你有你喜欢就好。OK。哎，等下这样子会不会穿过去外面哦？哦，没有，不会。看一下哦。哦，你那个。没有，我看了不会，看了没有？因为你这个是直的，不是横的。哎，我们还进去了耶！我们要拿着拳头，我们不可以拿着那个。然后这个房子好像只能够一间房间的大小。对呀、哦。哎，对哦，这里我们再来建那些厨房或者什么啦。啊，这里边这个门的话只有一个客厅啊，迷你客厅。啊，迷你客厅啊，然后这是谁房间？右边的是谁房间？一起也没办法。一起的，我老外骑上高。咦，不懂哎，我现在想。而且这屋顶，哎呀妈呀，好像在玩麦克风一样，你只能这样子罢了。你看我老外，三格罢了，那格子两格。三格或者两格，鸡蛋糕妈的，就像你放啊，三格方块的那个高度，你放了一个那个什么，一个木头一般的那个半砖呢、啊？不呀，啊，就像那种感觉，妈的，我老味。所以才不是讲我很有钱的人住啊，
没有讲到对太大，好像你在洞窟，对，像你在洞窟这样，你一定要跑跳跑跳这样。是。有没有一没有更深？ Yeah. 啊！哦，太好了耶！你那个人物走路啊，那鬼鬼很像鬼鬼祟祟一样，老乡啊，老乡哥，有你吗？我们这个世界哦，你看，有那个世界名字，还有我们两个玩家的名字哦，刚才我进的那个，我们之前进的那个旧世界哦，世界名字也没有，我自己的名字也没有。正常来讲，自己的名字应该会有啊，虽然是一个人啊，其实应该也会有啊，可是还没有显示。刚才你看到都没有了，就是名字都没有啊。呀，就都不用讲自己啊，连那个世界名字看不到了咯，不用讲有几个人往那里显示，有显示一个人到十个，就是那一个人哦，就我一个咯，但可是哦，那个旁边都没有世界的名字，也没有，然后下面也没有写我的名字，也没有写我那个这个游戏里面的名字，所以就那个咯，很奇怪啊，这木头看起来很老旧，那个这个门又建得好好啊，奇怪有什么懒啊呀。而且又很高啊，而且还是穿墙啊，随便啊，像哪几个木头嘣嘣嘣一下就完事了。如果要的话，就地板那个咯，你要的话，地板放那个，你那个什么有灰色的那个地板砖放进去。然后这个是我的房间了，耶。What? OK OK， 我这个我是做厕所的。我做厕所。明白。没有蹲坑的咯，我们一定要拿一个黑色球这样子给那个什么。好像五几百人，他妈！我要那个哪能距离在那边走来走去，你这边注意，是那个，你他妈！一直在那边推，妈的，那个不能骂脏话的不，这个只是不能骂脏话的不能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你又在那边顶路那种吗？鸡蛋糕啊，这个路障没有下。下面没有那个洞啊，鸡蛋糕我以为有啊，上来选这个轮胎啊，可以选这个轮胎啊，等下穿墙啊，小孩穿墙啊，白痴，你别推我OK 玩好了不一定很久了可以有啦，脚弄蹲地就可以了啊，有了，干你哪那边推，急得嘎啦你！我还以为这个比较像，对了，我那个草哦，我刚才有点全部吞了，你真的。我再改良一点啊，我再改良一点。啊，那我出去了，拜拜。我现在远处这样子跳的话，我就可以上屋顶啊，耶！好像跟什么游戏一样。这样子远远跳上去就完事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？这什么呀？这个啊，舀水冲凉啊！你应该也懂了、哦。娘妈的！有时会在厕所洗澡的，先生。只是厕所做厕所，这厕所跟那个冲凉房一起的吗？可是没有人拿蹲坑一起的 ，Hello。上厕所跟冲凉房一起的吗？同一间，你没有看过没？你们的那些排污不是一样啊？我没有看过，我只看过、哦。如果是蹲厕的话啦，蹲厕就不一样啊。蹲厕、哦，我这里看到哦，蹲厕、哦、是一个房间，然后冲凉是另外一个房间。如果是坐式马桶的话，就是冲凉和那个马桶两个放在一起，没有，这个就是这个这种房子就是自己做的吗？自己做的，妈又冲凉哦，又上厕所，想吐，鸡蛋糕，而且又不是盖，而且又不能盖，而且重点还不能盖着的哦，我老味，有没有像那个坐式马桶有那种盖着的啊？这样子如果有什么臭味啊，马桶有什么臭味，你还可以盖着，不会有啊，果然这个，
所以才讲这个是自己的手做的吧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加老爷屋子。哇，你看他、啊、这个房子有洞了哦，我们可以偷窥外面了、哦。有小偷来了，我们就知道了哦。哪里？哦。嗯，所以。啊，罗，这个是我的房间哦，这个。我家这么空的地方啊，像 Daddy Barbie 哦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天线宝宝那个 Daddy Barbie 的那个屋子哦啊。可是它都是圆的，不是？这个有圆的建筑物吗？有的哎，好吧。哎，来来，玩错了，是。玩错了。门歪了。随手把门一拆。啊，算了，这样子也好，这样子也好了。哎，进不去，傻逼。哎呦哎呦。哎呦哎呦。这里做客厅是可以，但是厨房的话，嗯，可是我又看上了你这一间来做厨房，是还可以哦。不要 ，no， 不要啊！不要的话，这样就想办法。我这一间其实做房间已经放床，你过来一下。我已经放床了，先生。没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嗯嗯嗯。好。嗯，这里面你看一下怎么做房间的话。可以，这是你的房间啊，这个是我的比较小一点啊。这样的话，这样厨房不是啊，不用厨房啊，厨房就做那种啊，不用做啊，厨房坐在这里就好，厨房坐在这里啊，这里就好了，你这麻烦的哦，这样不用客厅哦，啊，不用客厅了 ，OK， 啊，不用客厅啊，客厅就在这里啊，在中间这里啊，小小一个。啊，也可以，客厅在这里，然后厨房在这里，好。OK， 我找道具。现在像 Minecraft 这样啊，你自己放熔炉，自己放工作台，又放什么呢？啊，这里是厨房，然后这里是大个，这是客厅。OK，、然后这个房间是我的秘密，这房间是我的秘密基地来的。哦吼吼吼吼，真烦啊，很矮放。哎呀，勉强下来，没办法。阿法咯，没有钱吗？没有钱做，没有钱也可以买这些东西啊，鸡蛋糕啊，买了这些啊，勉强用的吧。啊，没有，哇，这样子，哇，这一个桌子啊，这样我出门等下晃到啊，嘣一下，哇，这你要骂了啊，喂。Okay, 有小板凳嘛，这个桌子有点高。SBI open the door， boom。小板凳的话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了，没办法了。讲真一下。SBI， 讲真一下。SBI， 我们在这里发现到有人在抓天线宝宝之谜。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天线。我们发现到我们这里的天线宝宝丁丁还有小波已经失踪了，我们要逮捕你，因为你很嫌疑，你已经有点嫌疑。OK， 我不懂啊，我在建房子。在讲我，在讲嫌疑吗？有什么事情吗？没有事情的话，你可以出去啊，我要盖房子。哦，我们这里我们的天线。宝宝丁丁和小波已经失踪了，丁丁是紫色的，小波是红色的啊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哦，不关我的事，再见。鸡巴，这样子还是去死吧。我不要蓝血，不要把我的房子蓝血。因为你不配合我们，我有眼嘞，亚森，飞过来了，因为你不配合，这里有车子，不过这是金发哥的车子，我们就不用管了。是啊，金发哥的车子有可能会藏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
又是金发哥，还要买了另外两车子，我们要检查你的车子，看看有什么肮脏东西。啊，不要捣乱。哎，我才想到哦，我们可以拍一个一集啊，就是恐怖 TUB 的一集啊，哇！恐怖 TUB， 不懂啊，剧本难写。恐怖 TUB 哦，在我们在 TUB 里面哦，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件啊，我们可以拍啊，只不过剧情是要怎样，我们就过后再来想啊。是啊。我感觉可以拍这一集。不过要放，不过要放在另外一个什么呢？哎，法拉，你做这个物质是，反正我之前做物质，我是要放在 TUB 的最后一集啊。我 TUB 第二季过后，我是放这一集啊，也就是这一间物质啊，啊，还有那个游乐场，不懂啊，我总之是没有讲做什么。那我就是一个 TUB， 我就是一个 TUB 系列这样子而已。是我们 TUB 系列才开回来。哦，哎，忍着啊，那我放那个我之前和你做那个很大个那个物质哦，就是我们刚才进不到那个物质、啊。那个必须也要放啦，毕竟也是做很久了那个。对呀、啊，没有那个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拍这间物质哦，你放 YouTube 的话啦，我。你要让我先放了那个放那个我拍的那一个先呢，放那个我们之前做的那个物质。对啊，我也是要先放那一个先才放这个。对啊，那我们一定要放这个，我们才来放这个物质。啊，对的。只不过讲真，我有很多集啊，你要等我先。嗯、啊，你不可以那么简单一次放。我知道，我也是会放其他影片先啊。这个有可能你要放的时候，我都还讲不要先。对呀、啊，有可能我要放的时候你还不知空，或者是还没剪呢。不一样。等到我拍完那个屋子哦，还有我们拍完现在我们做这个屋子啊，我们再来拍我们恐怖 TV 哦吼。